有什么样的定战策略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准备好了，全力以赴。哦，哇，话讲得很满哦，而且刚刚还有跟钱姐岔赌嘛，那有什么话想跟钱姐说？钱姐，那个我们红队的汉堡应该是吃定。希望今天带给你们一个刺激精彩的比赛。这一次是你第一次到小巨蛋比赛，对不对？这次的心情怎么样？其实既紧张又期待。歌迷朋友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请期待我们的比赛。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呛虾一下吗？我想他好像在那边，对不对？还是哪边？现在我们两个都是两个 MVP， 希望今天超越他。听说你不再是队长，还是纠察队，是不是？晚上都会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 IG 上面点赞啊？谁晚上都不睡觉啊？没有，因为之前我们练习到很晚，那我希望他们回家就赶快睡觉。那可是他们大家都在那边看 IG， 然后要不然就按赞，就是像品浩啊、什么伊宁啊，他们都在玩 IG， 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再看 IG， 赶快睡觉这样。我昨天非常早就睡了，对，就为了要迎接今天的比赛。而且我今天重点是我们的 final， 是希望我们 Dream Blue 赢得总冠军。谢谢，今天来的蓝队的粉丝朋友，还有红队的粉丝朋友，因为我两队都带过，对，然后希望今天大家就开心的玩，享受比赛，之前都没有参与到，那就因为受伤退赛，那现在伤已经好了，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跟着蓝队一起夺得总冠军。